学佛就要学释迦牟尼佛，跟他一样，要成佛。成不了佛，要成菩萨，最低也成个阿罗汉。啊，不要再搞六道轮回啊！啊，六道轮回就是三个原因：占有、控制、支配。你只要有这三个念头，六道出不去。为什么？天天在制造。啊，那现在我有工作，我领导一个团体，我必须要管理他，啊，要控制他们，要支配他们，这怎么办？你有心去做，啊，把这些事情放在心上，就是造轮回。菩萨怎么样？菩萨做得很好，不放在心上。事上有制度，有方法，心上干干净净，一尘不染，这叫妙用啊！啊，凡夫什么干什么，心上有，有就坏了，就不妙了。啊，有什么？有轮回。有报应，这个麻烦大。心上没有，没有轮回，没有报应，那变成功德。啊，心上有是福德，造得好是福德，人天福报；造得不好是罪业。三途苦报，你天天干这个啊！佛教我们不造罪业，教我们积功累德，那就是要做事情，随缘，有这个缘要做，没有缘不攀缘，做的时候不着相，就是做而无做。事做了，心没做，这是妙啊！本事在这个地方啊！啊，领导会领导的人很快乐，他没事。他没烦恼啊，啊，他有智慧，指导别人去做。啊，佛法学了，男女老少，各行各业，通通用得上，叫真。啊，没有一样不得圆满成就，不但圆满成就，究竟圆满成就。世间法里头找不到。啊，永远保持心地清净平等。一尘不染叫清净，四文不动叫平等。